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继续我们的 Skibby 防御吧，我们又再度回来了。因为呢，上一集的影片啊，我们突破了500个赞哈。那突破了之后呢，老头就马上来开录了哈，就来录这个第三集，这算第三集吧。啊，那一样哦。如果呢，这部影片的赞数呢，啊，可以突破500或者是更高的话呢，老头哦，会更积极的啊做拍摄。会尽快的生出下一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要跟各位呢讲一个非常非常晴天霹雳的事情，我都快气死了。为什么？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升级版泰坦不见了？你有没有看到老头左上角钱已经77000了？我昨天弄了老半天，弄的要死，想说今天再打个几场就有了。结果一个更新升级版泰坦不见了，变成这个，这什么鬼？泰坦升级摄影师，我不要弱化版的，另备存75000，就是要拿来买升级版泰坦啊。啊，结果你一更新给我直接拔掉，是怎样？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奇操作？请问一下啊，我有去 DC 官方看一下他们的内容啦，他们的大致上是说呢。哦，你只要买了这个50000块的摄影，泰坦摄影师，那个升级版的就会出现了哦。不过呢，你好像还要再花个75000再买哦。我真的心里啊，干意无限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想飙脏话，但是呢，老头最近收敛了很多啊，我很想骂，但是我还是忍下来了。我昨天好不容易存了钱。要买这个升级版泰坦，你现在给我搞这个，要前面再买个50000块的啊，气死人了！然后又多了这什么 DJ woman 啊 ，DJ 女人，管他什么 DJ 女人，什么喇叭泰坦还在，你看，还出了什么这个白痴的这个什么啊，白痴飞碟头在那边转啊，跟你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差不多啦，这么扭来扭去这样子啊，气死人了！所以我现在只能用这一支。啊，我们来试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50000块买下来之后呢，升级版泰坦会不会出现？然后你还要再花个75000，这什么骚操作？这个官方是神经病是不是？啊，你这样子的话呢，人家那么辛苦弄个75000要买升级版泰坦，啊，用意是什么？我不懂。啊，这个官方在干嘛？我决定了，我气爆了，我要去他们的。我要去他的官方那边啊！我现在呢，马上我就要给他按这个按个到站，气死我了！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官方一下。林北要按个到站，烂游戏，原本是给你赞的啊，取消关注，我要到站，气死我了！没日没夜在那边弄这个东西，你现在给我搞这一出，我现在还在多花50000块，你现在是要我氪金是不是？按你出钱啊！啊，60000积分要9999啊！什么垃圾游戏，气死人了！我本来满怀期待啊，希望呢啊，买到了之后可以展示给大家啊，期待就是哇，好帅哦，升到最高会怎么样？结果今天一个早上更新，哦耶，我的升级版泰坦没了，你前面还要再花个50000块，什么鬼东西？啊，真的是垃圾 game 啊，真的是垃圾 game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这款游戏的热情呢，大打折扣，消失了一半。你地图又不出新的，一直在那边两张地图，我还在想说，哦，这个游戏到后面呢，哦，可能会出很多张地图，哦，一定有很多关卡可以玩，好好玩哦。结果呢，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两张，兄弟啊，你为什么只出这两张地图？我问一下。啊，你没有其他图可以玩了吗？从头到尾就这两张，啊，赶快出新图吧，不要在那边搞什么无尽模式，是不是？真的是哈，哎，早知道昨天就先买了，我是想说要跟大家分享我买的那一瞬间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哇，我终于存到了，我马上在拍片的时候呢，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。结果呢，就像最近那个奥运一样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个什么韩国人差 0.01秒啊就可以拿到冠军，我差 0.01秒就可以买到升级版泰坦了。早知道昨天就先买了，我快气死了。
什么鬼啊？那个官方是可以这样捉弄人的吗？啊，你以为75000很好存是不是？啊，你以为每个人都是有这个闲时间在那边每天打同一个关卡啊，每天都打第二章，无聊的要死啊！真的是搞不懂欸，这个官方到底在想什么？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个前置，要买个花个50000块，另备存75000，继续玩下去的理由是什么？今天他可以这样随意更改啊，随意更改你的这个商店配置啊啊，哪天呢？可能把你的 VIP 啊，用那个阿币买的 VIP 收起来也说不定啊，直接给你收掉。啊，把你的之前辛苦买的单位也给你移除掉。哦，我们觉得那个升级版泰坦太强了，我们决定把它给收掉了。啊，都有可能啊。今天只是鸡毛蒜皮小事，对不对？顶多再多花个50000块升上去，哪天直接收掉你的单位啊？哎，我觉得太强了，我要把它收起来。啊，这什么骚操作啊？哈。2468，哎，刚好八只啊！啊，我可以开始放这个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放之前先放一台这个吧，这个还蛮重要的。加油，加油！完了，居然打不过！哦呦，哎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哎呦，还好撑住了！哇靠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哦，还好前面挡住了。哎呀，是时候把我们的升级泰坦放出来了。没有，这是没升级的。我真的是快哭出来了，这什么杀？哎，什么机车操作？哦，升上去要35000是不是？哦，用脚跺地是不是？啊，我怎么突然输了？为什么我输了？放上去，哎，给他升级啊，尽量能升就升啊。他从头到尾就只会跺地而已。哦，又在升了，哎，那个范围变好广哦。哎，他开始会发那个炮了，哎，然后升最高要120000多，来得及吗？这个已经是最大的雷射枪，再加上这个跺地啊，伤害是多少啊？为什么上面写伤害是45啊？是我看错吗？雷射是45啦，然后跺地的话是650啊，然后他那个雷射可以侦测空气啊，就是隐身吧？啊，没有，可以攻击空中啦，可以攻击空中啦，啊，他可以攻击空中，然后呢也可以侦测隐身啊，然后呢还有爆炸这样子，爆炸的威力还算可以啦，还算可以啦，对吧？有了这一支之后，伤害其实还蛮不错的啊，跺下去蛮痛的，就是了。啊，可惜只能召唤一只。哎，他可以召唤两只哦。他不是说只能一只吗？这个是那个更新的那个错误是不是啊？啊，更新的那个 BUG 吗？我以为他只能召唤一只哎。所以这可以一直放就对了。那我们全部都把它升这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最多能放几只不知道啊。我们就多放一点啊，我们就多放一点，这边再放一只。哎，哇，可以放好多只啊！只是它所需要的钱很贵而已啊，啊，是真的很贵啊。可惜不是升级版啊，我觉得升级版要下一次了吧。虽然我现在还在气头上啊，可能过个一天就没事了，但我还是很不爽。林北还是很不爽，原本可以玩升级版的，现在只能玩它的弱化版，而且是只差一天的时间，早知道昨天就买了，我真的是很后悔啊，我真的是很后悔，我说真的，早知道昨天就买了，啊，最多只能放四只啦，我已经放四只了这样子，啊，雷射可以射它，这个雷射有什么缓速作用吗？啊，没有，它只会爆炸而已，然后爆炸伤害这样吧。啊，这个跺地有180度的角度，可以前后是吗？只是不能打空中，它的伤害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
总伤害现在打到50000多了，好猛哦！哇，我觉得我这样子就直接挂机挂到赢了吧？等一下，我先去把我原本的部队补一下好了啦。对啊，哎，原本的部队补一下。这个电视人放这里的话，可以帮忙缓速啦，啊，帮忙缓速，帮忙缓速一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他直接虐到现在，我后面都在发呆了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在发呆啦。那我这次放这里好了、啊，放这边，笑死啊！反正我们现在钱很多嘛，我们要不要放门口啊？哎，放满了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这后面就交给这个，交给我们这边的部队收掉就好了。当然啦，其实如果要快一点的话，我们是可以清掉一些啦，把这些单位都移过去啊。超祥和，我们放满了。好啦，就是这样子，直接等胜利了。你看那个画面，哦，啊，这是第一人称视角啊，马桶人的恐惧。一出来就被围死这样子，啊啊！哪时候打完？我现在正在等呢、欸，现在可以喝口水这样子。哦 ，G man 出来了，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挡不住啊？哇哇哇哇！每次他出现我都打不住。啊，看来要移部队了，要移部队了。帅、欸，你看，啊，要顺便电他一下，这样，然后再多滴，结束了，终于赢了。然后呢，你一场才给5000块，然后又不出新的关卡，一直在第一章跟第二章之间徘徊。拜托，赶快出新图啊！你要嘛就让我们一场拿10000，对不对？那5000、5000再弄个75000出来，我真的揍人了，气死了。啊，实在是骚操作！你这样子要人家好不容易存到75000的人情何以堪呢？你还有38791个积分，我要花时间打这样子，好吧、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啊！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、啊。那我不知道呢，突然有点懒得打了。我本来很认真的打，就是为了这一支。现在你突然给我蹦出一支小不拉几摄影师，然后要我再搞这一支出来，有点累啊！说出你们的看法吧，你觉得继续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啊？说服我的话呢，老头就会拍下一集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你的喜欢呢啊，500以上啊，越高越好啊，搞不好喜欢突破1000，老头啊马上就认真的弄这一支出来给各位看，好吧？先这样啦，那我们下一集看有没有机会再见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